AI 提示工程师中英双认证课程学员郭代云心得一直都想了解 AI 工程师的知识，刚好最近也是 ChatGPT 的热潮，所以就报名了 AI 提示工程师的课程。以前光听到要学习写程式才能让 AI 做出回应，我就整个想昏倒了，但现在有 ChatGPT 的出现，用我们本来就会的语言去下指令就可以了，真的超实用的，老师讲得很浅显易懂，所以我很快就知道要如何下提示的方向在哪里，但当然还是要去实战才会真的更专精这门科目，趁刚开始的热潮就赶快获得中英文证书吧。